好，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来这边唱歌给大家听。第一首歌曲由我们的 Vivi 来送上，双手有空的朋友借给我们好吗？来唱一些大家可能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，让大家也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大合唱好吗？歌曲，后面那个一点点是有人的手机灯吗？就是慢慢在摇那个，有没有？很暗，有耶，有他在跟你打招呼，应该是人类吧？因为他们很暗，我看不太清楚。关了，关了门，关了。OK， 好的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因为你知道，就是台湾的那个，你要说到最有名的男歌手，应该就是周杰伦了吧？真的，所以我们带来好多他的歌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只会唱他的歌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因为他的歌真的太朗朗上口了。对，大家都听过，然后大家都喜欢。没错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周杰伦的歌曲呢。希望台下的朋友，如果你们会唱的话，跟我们一起唱。